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，哎，你吃铃铃卷了吗？铃铃卷啊，铃铃卷啊，铃铃卷啊，铃铃卷。除夕家人团聚，准备火锅料理，更加好的首选必定是铃铃卷。你要铃铃卷吗？一二三，铃铃卷啊，铃铃卷啊，铃铃卷啊，铃铃卷。与朋友们聚会，相约必吃火锅，材料万事俱备。等等，有铃铃卷吗？铃铃卷啊，铃铃卷啊，铃铃卷啊，铃铃卷。只需今年